话说水浒第八回，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与大相国寺鲁智深二人结义，高俅诬林冲行刺，遂发配沧州，又买通谢差、董超、薛霸在途中加害。快点！鲁智深唯恐其兄途中有失，暗地跟踪至野猪林。谢差二人正欲谋害林冲之时，要伤小人性命，林教头，不是我们要你性命，只怪你得罪了高衙内。我们兄弟二人临行前，陆玉侯下了高太尉的密旨，让我们在这路上结果了你。逢年过节的，我哥俩一定给你多烧纸钱。对，你要是做了冤魂啊，可千万别找我哥俩报仇，我们也是奉了上司的差遣，没办法呀。哎，林教头，万里黄泉五缕电，三魂今夜落谁家？您放心，我这水果棍呢，打得沉猛，一下子让你脑浆崩裂，痛快的投奔来世，少吃苦。来吧。现在就剁下你们的脑袋，拿去喂狗！兄弟不好！哥哥，这两只鸵鸟，把你都害成这副模样了，留他们何用？兄弟，你若真杀了他们，我便是罪加一等，也去不成沧州了。哎，哥哥。高衙内内厮把哥哥都害成这副模样了，哥哥还想着去沧州，依我看倒不如洒家先杀了这两只鸵鸟，然后我们哥俩一起杀回东京，砍了高衙内的狗头，一把火点了高俅府。兄弟不可胡来，我答应过娘子我要回去见她，何况这两位衙役也不是存心要取我性命，饶了他们吧！多谢林教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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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教头，饶命！大师饶命！大师饶命！饶命！好了，饶命！你们这两只狗鸵鸟，算你们走运！洒家看在俺哥哥替你们俩说情的面皮子上，先留你们两天。谢谢大师，多谢大师，多谢大师！你们谢我作甚？还不赶快！去给俺哥哥把枷锁打开，快点，快，快，快点，快，快，
慢点，弄疼俺哥哥，俺便不饶你。好好好，慢点，慢点，来，是的，滚，还不跪下？哥哥，兄弟，俺来晚了，让哥哥受苦了。不爱的，哥哥还受得住。我家娘子在东京可好？哥哥放心，高衙内那厮要是敢动嫂嫂半根汗毛，洒家便砸烂他的狗头。兄弟还是不要管我，早早回东京替我照看娘子。照顾嫂嫂周全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当下更重要的是要护着哥哥周全。若是洒家真的离开了，还不知道高衙内那厮和这两只撮鸟会把哥哥怎么样呢。我爱的，还是早些回东京替我照看娘子。哥哥莫要再劝，东京一别，俺想哥哥想得好苦啊。若是哥哥执意要去沧州，俺就送哥哥去沧州。来，哥哥，俺扶你起来。你们两个小贼，拿谁的钱财替谁消灾？将死之人何必多问？不敢以真面示人，想必你二人也是阿杂破财之辈，想取洒家的性命，那得有本事。见不得人的阿杂婆子，蒙着脸下地狱，倒算死得干净。你们这两只撮鸟，给洒家从实招来。这两个阿杂婆子是不是你们的同伙？啊，不是，不是，不是。刚才那只我们在野猪林杀林冲，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对呀，对呀。嗯，真的不知道，真的。高衙内如此歹毒，不仅命你二人取我性命，还要再派人来杀你们灭口。啊！不是，这
你们这两只撮鸟，还以为杀了俺哥哥，便可安享荣华，岂不知高衙内内司是要杀你们灭口！谢大师，大师饶命！谢大师饶命！行了，现在天色已晚，还不赶快扶俺哥哥起来，背着俺哥哥走！好，走！哥哥，慢点，慢点！弄疼俺哥哥，俺便打！来，快！慢点！小人陆谦见过衙内。下去吧。有消息了吗？还没。不过请衙内放心，小的以性命担保，绝对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好，我信你。几时了？快到午时了。又到了吃饭的时间。走，陪我看看我家小娘子去。来人，更衣。哥哥，这有一家驿站。小二，哎呦，几位客官，里边请啊。这大半夜了，吃点什么呀？好酒好菜，一并上来。不瞒您说呀，这厨子呀都睡了。我看呢，有什么您就吃点什么吧。哪这么啰嗦？有什么快去上来，多上些酒肉。来，就剩这么多了。客官，慢用啊。林教头，大师。你们这两只蠢撮鸟，坐在这里作甚？莫不是想与俺哥哥同桌共饮？兄弟，我爱等，无妨，坐下吧。谢谢。大胆！哥哥，这两只蠢撮鸟，敢对哥哥如此歹毒，洒家现在看到他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真想把你们俩千刀万剐！还站着干嘛？还不快滚！快了！一会儿你们俩去烧壶水，把俺哥哥这脚给洗干净了。好，马上，快去，马上，走，快点。哥哥，一路劳顿了。俺敬哥哥一碗酒，为哥哥洗洗尘。来，喝。来，吃菜。哥哥，真不瞒你说，
这次自打哥哥离开东京后，俺是日日牵挂着哥哥呀。只幸得兄弟及时赶到，林冲才得以保命。来。这碗酒我敬兄弟。干。干。来。兄弟，我托你照看娘子，你为何突然来了野猪林？这事说来，嫂嫂可真是有先见之明呢。野狼！大师，不好了！嫂嫂今日情急至此，是出了什么事吗？我家相公离开之时，有件事情甚是蹊跷。什么事？就在我家相公临行之前，妾身看见两个押送他的衙役被人偷偷叫到了小酒馆。妾身猜想，此次相公闯白虎堂得罪了高太尉，他们定会在沧州途中加害于他。竟然有这等事！妾身此次前来是想求大师护我相公周全，保他平平安安到达沧州，大恩大德妾身定当涌泉相报。嫂嫂万万不可多礼。嫂嫂如此说来，那可真是羞煞洒家了。俺与哥哥那本是同门师兄弟，现如今哥哥他蒙冤落难，做弟弟的我怎能撒手不管？嫂嫂放心，洒家现在便去寻哥哥，送哥哥平安到沧州。嫂嫂保重，俺走了。那日离开东京之后，俺是日夜兼程，一路追赶而来，幸亏到得及时，不然还真让这两只撮鸟得手了。真是有劳兄弟了。哥哥何出此言？俺若能够陪在哥哥身边照顾哥哥周全，那俺这心里倒是痛快的紧呢。来，喝酒。来。干。高衙内那厮阴险歹毒，这次连两名衙役也险些丧命。这如此歹毒之人世间少有。兄弟，我还是担心娘子会陷入危局，你还是抓紧时间回东京。你若在我身边一日，娘子就多一分危险。哥哥居然如此担心嫂嫂，何不明日一早俺兄弟俩一起回东京？我若回去，定会落人口实，到时候高衙内那厮又有借口陷害于我。不但我和娘子的性命不保，恐怕还会株连九族。况且我答应过娘子，我一定要回去见她。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终有一日会还我个清白。哥哥，现如今这天底下哪还有公道之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哥哥，如今这世道啊，真的是贪官污吏当道。我林冲一介武夫，一身武艺，本想为国效力，惩奸除恶，谁曾想落得这般模样。哎呀，哥哥，我说你真是死心眼啊！你为何非要执意去沧州大牢？依兄弟看，倒不如咱俩一同杀回东京，宰了高衙内那狗贼，然后哥哥再带着嫂嫂远走他乡，安享快乐，不是更好？兄弟说得甚好，可这天下虽大，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哎，这天南海北，何处不能容身呢？哥哥为何偏要回沧州大牢去受那份鸟气？哎，兄弟，我倒是不担心自己，只怕东京的娘子要受罪了。兄弟，此地离沧州有个几里路，沿途也有人家和客栈，所以
你不用担心我。吃过这碗酒后，你今日便早早歇息，明日一早速速赶回东京，帮哥哥好好照看嫂子。哥哥口口声声催着俺走，既然哥哥执意要让俺走，那俺便走，不等明日，俺今夜便走。不行，俺不能走，俺要是走了，谁又来护嫂嫂周全？只是高衙内那厮，他已经叨扰嫂嫂多次，俺要真走，那嫂嫂的安危何故啊？大师放心，我定会照顾好自己，料他高衙内也不敢轻举妄动。你先去护我相公周全，平安到达沧州，再速速回来便是。师父。是啊，师父，还是救林教头要紧，嫂子这里交给我们便是。请师父放心，若是高衙内再犯嫂子，我们定拼死终死。洗脚水烧好了吗？洗脚水。烧好了，大师，早就备好了。还愣在那干嘛？快扶俺哥哥去洗脚。好好好好。慢点，慢点。哎，我慢点。俺哥哥弄疼了，俺便打。好。慢点，慢点，来，坐。娘子，还是吃些吧，身子是自己的，别饿坏了自己的身子。谢过高衙内好意了。自我与我家相公成亲以后，吃惯了粗茶淡饭，吃不惯这些山珍海味。小娘子一日水米未进，再这样下去，衙内担心娘子的身体可扛不住啊。见过衙内。下去吧。是。看来娘子对在下有些误会啊。误会？你曾多次轻薄于我，幸而有我相公相护，如今我相公蒙冤发配，你却差人将我强行掳至府中，这何来误会可言？我不是让你们请林娘子到府中做客吗？你们是怎么办事的，让娘子对在下有如此大的误会？小人手下都是粗人，可能办事粗暴，让林娘子受惊了。小人一定严查此事，重责不饶。是在下未想周全，还请娘子切莫怪罪。此事确实是个误会，在下承认，庙会那日对娘子一见倾心，是娘子的美貌让在下迷了心智，才做出如此荒唐之事。事后在下深感愧疚，一直想找机会当面致歉，怎奈林教堂血性刚强，娘子也是刚烈之人，怕你们夫妻二人不肯接受在下的歉意，所以才迟迟未找到机会登门致歉。是啊，嫂子，衙内这些时日为自己冒犯嫂子之事深感愧疚，一直想找机会弥补。这不，前些时日林教头被升任将军之事，就是衙内去求高太尉求出来的。只是这林教头性子太烈了，不愿前去任职啊。好了，陆谦，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衙内，怎可不提？不能让林娘子再误会你了。林冲带刀闯入白虎堂，此乃抄家死罪。嫂子，你试想，若无人周旋，林教头岂能活着？唉，都怪在下无用，无法护林教头周全。衙内，这怎么能怪你呢？林冲乃禁军教头，带刀入白虎堂，知法犯法。若不是衙内你从中打点周旋，哪有林冲发配沧州？恐怕早已命不保矣吧。陆兄所言当真。是啊，嫂子，你可知道衙内为了你和林教头受了多少苦吗？陆谦，
别说了，林冲乃是世人敬重的好汉，此事一定是受奸人所害。看来是妾身误会衙内了。妾身代我夫君叩谢衙内大恩。哎，娘子，这是要羞煞在下。先前衙内鲁莽，对娘子做了不堪之事，现如今衙内所做之事也是为了弥补之前对娘子的过错，娘子不必行此大礼。衙内为救我家夫君四处周旋，妾身敏感于心，如若我家相公有一天能够刑满归来，妾身定当感激不尽。之前轻薄之事只当是误会，既然误会已经解开了，妾身也是有夫之妇，不便在高府久留，妾身先行告辞。哎，娘子且慢，林府已被抄家，哪儿还能住人？林冲一走，娘子孤苦伶仃，怎能无人照看？虽说林府已经破败，但我尚有老父家中可去，相信我夫君刑满归来之时定会到我父家中寻我。嫂子怕是等不回来林教头啊。陆兄此话何意？据在下所知，由于林冲这次持刀闯入白虎堂，朝中一些人认为林冲因此迁入了高太尉，朝中想巴结高太尉之人大有人在，这些人已经暗中派人前去追杀林冲，想用林冲之命来讨高太尉的欢心。此话当真？在下在京城还是有些人脉，此事应该不虚。就在我家相公被发配当日，我看到押送他的两名衙役被人偷偷叫进了小酒馆，我就担心我相公此去会有危险，如若果真如此，那可如何是好？娘子莫慌，江湖传言大多是空穴来风，不可轻信。衙内，此等人命关天之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况且这命还是林教头的命啊。娘子莫慌，在下这就前去安排，让人快马加鞭追上林教头，定能保林教头安全。那就多谢衙内大恩大德，如若你能救出我夫君，就是我夫君的恩公，大恩大德，妾身夫妻二人今生定当涌泉相报。娘子此话言重了，林教头也是在下敬重的好汉，我高衙内这一生最惜好汉，林教头落难怎可见死不救？事不宜迟，在下这就前去安排，顺便再去找找我爹，让他去阻止那些奉承他的人干此等蠢事。事已至此，我看娘子不如暂且在我府中住下，一来一有消息在下能第一时间告知娘子，二来这些人既然能暗中追杀林教头，也就能伤害娘子你啊。娘子在我府中住下，也可保一时平安，待日后再和林教头相聚。这嫂子就别再推辞了，高衙内也是一番好意，再说了此时也没有两全的办法，救林教头要紧啊。来人，今日起好生照顾林娘子，一切吃穿都要照办，不可怠慢。是。娘子，在下对林教头是真心敬仰，在这儿住着就当自己家，有什么需要尽管跟丫鬟说。娘子，饭菜都凉了，赶紧吃吧，别弄坏了身子。相公，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衙内，一个人妇残花败柳，至于这点费神吗？你懂个屁，我是谁？
我是高衙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林冲算个什么东西？只不过区区一个禁军教头，他有什么资格和我比？向来女子都是跪在我面前，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有不屈于我的女子。世间皮囊千千万，我要的是她的心。一个林冲能得到的，我就不信我高衙内得不到。哼，这盘棋才刚刚开始。看着点，看着点路，不错鸟，看着点。再没有僻静之处，送到这儿，俺也就该回去了。都已经送到这儿，俺还能把他送到哪儿去呢？这里真好，前有驿站，后有西村。是啊，树株桃柳绿阴浓，几处葵柳红影乱。门外森森麻麦，窗前一一荷花，好地方。兄弟，回吧，日后我们定会相聚。总是说日后相见，可咱们兄弟今日一别，这日后何时才能相见呢？你们两个错鸟，你撒娇滚过来，快点！鸵鸟，洒家走了以后，你俩若敢再对俺哥哥起歹心，洒家便砸了你们的狗头！哎，爷饶命！爷饶命！爷饶命啊！爷爷让小人做什么？小人做什么？大师饶命！大师饶命！大师！这两只死鸵鸟，洒家看你们这一路，让哥哥照顾还算周全。大师，不敢不周全，不敢不周全。洒家在，一言便周全；不在，便不周全吗？不敢，不是这意思。谅你们一把敢，起来吧。这些银子，你俩拿着。小人不敢。拿着。不敢，不拿便打。拿着这些银子，路上做盘缠，到沧州，想把哥哥打点好，照顾俺哥哥。若是日后俺听俺哥哥说你们有半丁点不怪，洒家便拧断你们的脖子。好，大师你放心，大师你一定照顾好林教头，一定照顾好林教头，保护周全，我们保护周全，你放心。记住了。记住了。哥哥，你安心去沧州，安回东京，定会照看好嫂嫂周全。
这些银子，哥哥带上，日后定有用处。哎，拿着，哥哥。真被关在这儿？是啊，我已经查探过了，林娘子确实被抓到了这儿。哎，你瞧这戒备森严，林娘子又被高衙内抓去多日，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是啊，这高衙内权大势大，如果我们硬碰硬的话，无疑是以卵击石，不仅救不了林娘子，还会白白搭了性命，到时候真的是无颜再见师父。我们死了也就罢了，可那高衙内垂涎林娘子多时，现在林娘子又杳无音信，许是已经被高衙内狗东西给玷污了。哎，不会的，林娘子性情刚烈，如果高衙内硬来的话，林娘子定会以死相逼。你我兄弟二人这几日日夜守在这儿，也未见府中有尸体抬出，所以我推测林娘子目前应该没有性命之忧。但愿如此吧。那我们该做点什么呢？总不能在这等着吧。是啊，我们俩得好好想个办法。失手了？你不是用性命担保万无一失的吗？本来是万无一失的，原本小人计划让那两个衙役杀了林冲之后，黑白双杀，黄雀在后，最后毁尸灭迹的。谁料半路杀出个大和尚，这黑白双杀被大和尚给杀了。和尚？对，此人名为鲁智深，为大相国寺的一名僧人，现在大相国寺外一个菜园子种菜。这鲁智深和林冲乃拜把之交，传说此人武艺高强，力大无比。武艺高强，力大无比，你不是花了重金找的赏金杀手吗？怎么连个种菜的和尚都杀不了？小人也未曾想到这黑白双煞如此大的名头，却如此没用。陆虞侯，我看你的前途堪忧啊。衙内息怒，小人这就花高价找人杀了林冲，这一次一定结果了林冲。你长没长脑子呀？林冲离开京城多日，恐怕现在已经到达了沧州大牢了吧？你是想派人到大牢里杀人，还嫌事情不够大？小人愚钝，一切听衙内吩咐。给沧州传个话，务必让林冲死在牢里。是，小人这就去办。那大和尚呢？你跟了我这么久，这个还用我教你吗？鲁智深，敢救我要杀的人，这次再多花点钱，找些真正的高手，我不想看到他活着回东京。
怎么是你？啊，晚上风大，别着凉了。多谢衙内关怀，妾身并无大碍。只是，妾身记挂我相公的安危，都已经过去好几日了，不知道衙内是否有我相公的消息啊？哎，你呀，满心都是林冲。在下真是羡慕，林教头有娘子这般佳人共度今生。真是羡煞我也啊！妾身既已嫁于林冲为妻，心中只有我相公一人。娘子放心吧，我派出去的人已经连夜追赶林教头，现在应该已经碰面了。相信再过两日，便可有消息转回。那高太尉那边？我爹这几日在宫中陪圣上，在下无法相见。不过娘子放心，我已经和我爹府中管事的人知会过，只要我爹一回府上，我便立刻前去拜见，定不会让林冲有性命之忧。那就有劳高衙内了。哎，娘子，你我之间还需要这般客气吗？衙内请自重。娘子容貌国色天香，在下一时情不自禁看痴了。天色不早了，妾身先行告退。娘子何必着急，今日月色正明，何不一起赏赏月，排解一下心中的苦闷。妾身在家中经常与我家夫君一起携手赏月，独月私人，这月还是不赏罢了。好一个见月私人，娘子私人，我何尝又不是呢？衙内也有思念之人。当然，娘子现在看我外表光鲜亮丽，可能娘子不知道，我原本也是一个贫苦出身。那是幼年，我曾在书院半工半读，认识了老师的女儿。那时我们年幼，无拘无束，青梅竹马。虽说年岁长了些，我们彼此多了一份儿女情谊。可是谁知道，老师原本也是员外出身，看不起我这些乡间儿郎，硬生生的把我们拆散了。我想，她能嫁给富贵人家也好。谁知道，在她出嫁那日，她在我们经常幽会的树林自尽了。这些年来，我无人倾诉，只能在园中种些花花草草，摆弄一些假山、石雕，来排解一下我对他的思念。未曾料想，衙内也有如此之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可不是吗？当日我在庙会与娘子相见，虽然做了一些粗鲁之事，可是因为娘子和他太像了，所以一时情不自禁，才做出了出格之事。我是我，他是他，衙内切勿混淆。娘子虽不是他，却胜似他。我与娘子相见，一定是上天的眷顾。相见便是缘。喜欢一个人，便会始终如一，朝三暮四的，那不是真的喜欢。天色不早了，妾身先行告退。
小二，给洒家来三斤牛肉，五个烧饼。哎，好嘞。哎，等等，俺还急着赶路，给俺包好带走。哎，这就去。好了吗，小二？客官，三斤牛肉，五个烧饼。拿着。好。兄弟，日头都快落山了，这小河沟里能钓到鱼吗？这河沟虽小，鱼儿却不小。我看你在这儿要钓的不是鱼，要钓的是洒家吧。这世上有些人生来就是钓鱼的，有些人则生来就是鱼。高衙内这个阿扎泼才，不仅要害俺哥哥，现在对洒家也感兴趣了。好，俺还要赶路去东京，想要钓鱼，那手脚可得利落点。利不利落，那就得看大和尚这颗头颅肯不肯借我一用。东京那人在钓鱼，而你就是这条鱼，我只要银两。想要银子那简单，看你有没有本事。不过洒家这条鱼胃口可大得很呢，正好饿得吃紧，就怕你们这几只小撮鸟还不够洒家填牙缝。兄弟们，生活民半文不值。又失败了。卢谦，杀个和尚就这么难吗？
是小人办事不力。小人也未曾想到这大和尚的武艺如此高强，派去多人竟还是未能取他性命。那就用用你的脑子指挥动物的莽夫。是，小人用脑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不那个和尚死，要不你死。娘子，送你个礼物。什么礼物？玉镯，来，我给你戴上。谢谢相公，这个玉镯，好漂亮啊。娘子，有消息了。有消息了，我家相公可还安然无恙？啊，娘子莫急，先坐下。正如娘子所料，那两个押林教头的衙役收了欲讨好我爹之人的好处，在押解途中想要加害林教头，幸亏我派去的人及时赶到，救出了林教头。现在林教头已经安然无恙地到达了沧州服役。感谢老天保佑我家相公平安无事。娘子该感谢的人应该不是上天吧？在下说过定会护林教头周全，现在应做到了吧？感谢衙内救我相公之恩，妾身定当铭记一生。哎，娘子又多礼了，我不是说过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吗？既然我家相公平安无事，那妾身也该返回老夫家中了。长久得住在衙内府也多有不便，待到我夫君刑满归来，我们夫妻二人一定登门谢过衙内大恩。哎，等等等等，娘子莫急，在下话还没有说完呢。虽然林教头已经平安地到达沧州服役，但是……但是什么？娘子可知这沧州大牢是何地？那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无数英雄好汉都死在了那个地方。林教头此番得罪了我爹，我爹深得圣上的信任，多少人为了讨好我爹不择手段，这到了沧州大牢，那些想要升官发财之人还不要了林冲的命啊？这可怎么办啊？衙内，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再救救我家相公，大恩大德妾身做牛做马定当回报。哎，娘子这是何话？娘子莫哭，娘子哭坏了身子，衙内心疼啊。衙内一定有办法的，对吧？娘子知道在下向来敬重林教头，可娘子也知道在下并非官员，这沧州离京城路途遥远，确实非在下能力所及啊。为今之计，唯有……唯有什么？唯有我爹出马，才能化解林教头之危啊。但是我爹在宫中陪圣上至今未归，时间紧迫，这样我这就想办法前去宫中与我爹碰头，让我爹一解林教头之危。那就有劳高衙内了。那娘子在我府上再住几日，等我消息。嗯。
有人吗？有人吗？谁呀？新脚僧人，登门讨口水吃。哦，来了来了。阿弥陀佛，老施主，新脚僧人登门讨碗水吃。哦，讨碗水吃啊。好，请进。哎，你莫不是林管家？你是？洒家是林教头的兄弟鲁智深呢，之前到府上做客，咱们见过面的，你可曾还记得？鲁大师，正是洒家。对呀，快请进啊！哎，哎，哈哈。大师，快随我进来。林管家为何如此惊慌啊？莫非？哎，大师还未知晓，现在高衙内已经对大师下了追杀令。这江湖上到处都有悬赏告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师还是赶快去躲一躲吧。林管家莫要害怕，高衙内内司派来杀俺的几个鸟贼，俺已经送他们下地狱去忏悔了。倒是林管家为何乔装在此，不在府上照顾嫂嫂周全，却独自一人在这荒郊僻壤呢？哎呀，大师有所不知啊，那狗贼高衙内趁着我家的官人被发配，将我家府上围个水泄不通。老夫知道高衙内对我家的娘子垂涎多时，我怕他图谋不轨，就趁着黑夜把娘子从林府带了出来，以便日后投奔张教头。那嫂嫂现在身在何处？我家娘子就躲在附近的树林子里。快带我去。好，快随我来。走。大师，快一边请。嗯。大师，就在这儿。嫂嫂，嫂嫂。家人的林管家，哥哥对你不薄，你却出卖他，俺嫂嫂呢？大师说的对呀。大师，轮到你了。洒家这就送你们下地狱。
娘子。衙内可曾见到了高太尉？见到了。那我家相公是不是有救了？都怪在下没用，未能求得我爹宽恕林冲。林冲带刀闯入白虎堂，我爹以为林教头是去刑刺他的，我苦苦哀求为林冲辩解，可是我爹就是不行，还因此恼怒，说我吃里扒外，将我赶出了宫中。这可如何是好？夫君，一旦你有任何闪失，妾身绝不独活。娘子何出此言？难道林教头希望娘子随他赴死？娘子，求死简单，可娘子曾想过关心你之人的感受？娘子这一死，可知衙内必将痛不欲生啊。衙内为救我家夫君四处周旋，妾身感激不尽，但妾身乃林冲结发之妻，生是林家人，死是林家鬼，如若我家夫君有个三长两短，那衙内的大恩大德妾身只有来世再报了。这其实倒是有个办法可以救林教头，只是在下不愿意用此等下策。衙内有何办法？只要能救我夫君，妾身一切事情都愿意做。就是娘子嫁与我。嫁与你？娘子，你想啊，如若你嫁与我，你就是我爹的儿媳，到时我带你一起去求我爹，看在咱自家人的面子上，我爹一定会放过林冲，说不定还能减免林冲的服役期限呢。只是我对娘子乃君子之爱，虽然我对娘子一见倾心，但我深知娘子心中只有林教头，所以我才不愿意做此等趁人之危之事。万万不可，妾身乃林冲之发妻，义女又怎可失二夫？娘子啊，其实我早就知道林教头发配当日就已写下休书，我也知道林教头这样做只是不想牵累娘子，我也知道娘子对林教头夫妻情深，怎可是一纸休书就可斩断的？其实在下一直想对娘子说，在下是真心喜爱娘子，在下可以为娘子赴汤蹈火，这些事在下如何真心对待娘子，难道娘子感受不到吗？哎，我是真心羡慕林教头能有娘子的陪伴，如若娘子嫁于在下，在下定当百般呵护娘子。我相信当初林教头写下休书也是因为希望娘子能再觅得一真心待你之人。唉，在下知道娘子心中只有林教头，在下不想做此等趁人之危之事，只是在下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解林教头之危了，所以才称此等为下策。娘子不必急于答复，这是林教头身在沧州危险之地，在下也只是内心万分焦急。唉，衙内先行告退，等娘子慢慢思量，
衙内，等林娘子答复。衙内，林娘子让小的转告衙内，说之前呀，您跟他商量的事儿，他同意了。同意了。好。那既然林娘子同意了，那不如选个黄道吉日，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吧。知道了。是否通知太尉？一个残花。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m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into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内斯用林教头性命威胁林娘子才会如此。啊，哎呀，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些天我发现每隔三日晚间便有卖菜的给高府送菜，这是我们唯一能进入高府的机会。今天正是送菜的时日。干什么的？啊，二位兄弟，我们是来给府上送菜的。送菜的？啊，怎么没有见过你们啊？老蔡呢？他怎么没来？哦，那个老蔡头他病了，我们兄弟二人呢住他隔壁，他儿子要照顾老蔡头，脱不开身，怕耽搁了，所以托我们两兄弟把菜给您送府上来。啊，对对对。行，走侧门。哎哎，好，
谢谢二位兄弟啊。走。谁啊？赵四老五，卢大师的徒弟。快，快进来！你们怎么来了？嫂子，我们有负师父之托，没能护好你，让你受委屈了。有了二位兄弟挂心，高衙内暂且没有对我有非分之举。哦，那太好了，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嫂子。时间紧迫，快随我二人赶快离开此地吧！等等，我不能走。啊！我已经答应了，要嫁给高衙内。啊！倒是你们俩趁着现在没有人发现，赶紧走吧。嫂子，你怎么会如此？难道你忘了林教头了？我做这个决定，就是想救我相公一命。目前我得到的消息，说我相公已经到达了沧州。可是沧州大牢十分凶险，高衙内答应我，只要我能驾驭他，便能保我相公周全。哎呀，嫂子，你糊涂啊！嫂子，你上了高衙内的当了。哎，嫂子，请看。嫂子，你被高衙内关在此地，与世隔绝，你是不知道，这高衙内早已在江湖上颁布了追杀我师父的悬赏令。菜园子一别已经数日，我师父至今未归。恐怕是已经在路上遭遇了不测。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去找大师帮忙，就不会连累他了。不，嫂子，你不必自责。林教头和我师父本师出同门，又是拜把之交，即使你不去找我师父，我师父也定会自行前去。只是万万没想到，那高衙内如此的歹毒。是啊，嫂子，高衙内就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他是坏透了底了。我师父只是去护林教头，又未得罪他，他连我师父都不放过，又怎么会放过林教头？林教头现在恐怕已经是惨遭不测了。我被关在这里数日，一直都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其实我也在担心我家相公是否已遭遇不测。现在看来，我最担心的结果已经发生了。嫂子，现在不能再犹豫了，快随我二人离开，咱们出去之后再从长计议吧。不，我不走了。嫂子，现在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妾身谢过二位，舍命相救，但是我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决定，我要嫁于高衙内。在大婚之日，只要确保我家相公平安无事，我就会自行了断，以报我相公夫妻之情。可是我现在都知道了，我相公已经遭遇不测，我岂能让他白白枉死？我要去找高衙内，替我相公还有大师报仇。不，这可万万不可。嫂子，我们知道你性情刚烈，可是高衙内权大势大，你一个弱女子如何报得了仇呢？就是啊，嫂子，我们现在不能意气用事，我们应该赶快离开，等离开了，我们再从长计议报仇之事。不，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我唯一的机会。后天我和高衙内大婚，我要将匕首藏于我们的枕头之下，趁他不备，我就用匕首了断了他，我再追随我的相公而去。你们俩不要再受此事牵连了，我不能再连累你们，听我的，速速离开。不要再犹豫了，时间不多了，赶紧走。嫂子，娘子，是谁想要了结在下？高衙内，你个狗东西！
我跟你拼了！拖出去，别脏了我的屋子。高衙内，你这个杀人魔，滥杀无辜，谋害我的相公，我跟你拼了！娘子，我衙内是真心喜爱你。卑鄙小人，利用我跟我家相公夫妻情深，欺骗于我，到处又加害我家相公，我和你的仇恨不共戴天。林娘子，你就为了一个休了你的林冲，我高衙内哪点比不上林冲？他只不过一个区区的禁军教头，一介不懂风雅的武夫。我高衙内乃太尉之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论权势胜林冲百倍，论风雅才华我胜那林冲万倍。你跟了我，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何必为了一个戴罪的林冲毁了你自己呢？我呸！要论卑鄙无耻，我家相公自然无法与你相比，但我家相公林冲乃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子，铲奸除恶，维护万民，那是你这种心思歹毒的鼠辈所能相提并论的。正是因为这世道上有你这种仗势欺人、无恶不作的歹徒，才会让他沦落至此。看来是说不通。大师匆匆赶路，要去往何处啊？哼，果然是你这只贪生怕死、手段卑劣的狗撮鸟！洒家正四处找你，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洒家现在就砍了你的脑袋！大师想杀我容易，想要保林娘子和林教头的性命，可就难了。如若大师肯与我做笔买卖，在下可保林娘子周全，也可救林冲的性命。洒家为何信你？在下自知不敌大师，还能不顾自己性命在此拦截大师，又岂会欺骗大师呢？在下本是林冲麾下的卫官，跟随林冲多年，前些时日刺杀大师，实属被高衙内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现如今刺杀大师不成，高衙内要杀我灭口。高衙内仰仗其父，位高权重，在东京独霸一方，无恶不作。此次都是高衙内想夺林冲之妻，才设计陷害林冲，带刀闯入白虎堂，想杀林冲之命。洒家就暂且信你一回，说怎样才能救林教头和林娘子性命，保他们周全？只要大师
帮在下杀了高衙内，便是救了林娘子。而沧州大牢的典狱是在下的至交，在下会帮你保住林教头性命，照顾他周全。即便不与你做这笔买卖，洒家也定会砍了高衙内那阿杂破财的狗头。这次你如果再耍滑，洒家绝不饶你。大师请放心，林教头先前对在下不薄，只要大师真能把高衙内杀了，也算是对东京百姓除此一祸害。高衙内内司把林娘子关押在何处？东京城南衙内的府邸。大师现在速速前去，兴许还来得及。如若不信，大师可前去林府一看。嫂嫂给救出来。大师这么大的怒火，小心气坏了身子。猪狗不如的阿杂破财，交出林娘子，洒家让你死得痛快，给你留个全尸。哎呦，大师如此着急，莫非对林娘子也有兴趣？那可惜了，大师来晚了一步。今日是我和林娘子大婚之日，刚刚洞房。哎呀，可惜啊，那个小贱人跟林冲一样不识时务，已经被我玩死了。什么？大师莫急，他并不孤单，你那两个泼皮徒弟也一起下去陪他了，这样在黄泉路上也有个作伴的，不是吗？哦，对了，还有林教头，不出几日就能和他娘子在下边相聚了。大师若想与他们相见，不如也去趟阴间看看。洒家今夜便超度你下地狱。那倒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陆谦，把门关上，守好了，别让大师跑了。是。小人也有一计。小人这次出马会将鲁智深引来宅院，到时候我们多派些打手，小人会亲自守住大门。鲁智深武艺虽高，但也不足以以一挡百，到时候咱们来个瓮中捉鳖，让他插翅难飞。好，狗奴才终于有点用处了。
弄死他。没想到大师武艺如此超群，大师好本领啊。陆谦，陆谦，陆谦，陆勇，小的听着衙内好像有危险。胡说什么？衙内吉人自有天相，有太尉庇护，怎会有险？是是，陆以后说的对，可能是小的听错了。现在又没动静了，是吗？看来鲁智深被高衙内制服了。开门。是。啊，这。如果那个和尚坏了我的好事，我第一个要了你的狗命。没有我，你只是个没有主人的野狗吧？鲁智深不死，你就不用回来了，去做个山贼，倒也自在。衙内已被鲁智深杀害，速去禀告高太尉，全城通缉鲁智深。是。杀死衙内之人，便是林冲的兄弟。鲁智深，林冲现在可在沧州？在，怕这鲁智深也会去沧州。敢动我高太尉之子？太尉，节哀。鲁谦，你速去沧州，取回二人人头，回来你便官升三级。谢太尉。
谁知你的心是那天上的云，爱恨有风决定。其实男人很傻很傻，明知有火里藏着玫瑰陷阱，男人还是想扑火的飞蛾，傻傻的往前冲。其实男人很傻很傻，明知缠绵的背后充满伤痕，男人还是像湖中的水，在火中沸腾。兄弟保重，度尽众生，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瞬间无影无踪，捧出一颗火热的心，也想换点美丽青春。谁知你的心是那天上的云，爱恨有风决定。其实男人很傻很傻，明知有火里藏着陷阱，男人还是像扑火的飞蛾，傻傻的往前冲。其实男人很傻很傻，明知缠绵的背后充满伤痕，男人还是像湖中的水，在火中沸腾。火里藏着玫瑰陷阱，男人还是像扑火的飞蛾，傻傻的往前冲。其实男人很傻很傻，明知缠绵的背后充满伤痕，男人还是像湖中的水，在火中。是像扑火的飞蛾，傻傻的往前冲。其实男人很傻很傻，明知缠绵的背后充满伤痕，男人还是像湖中的水，在火中沸腾。其实男人很傻很傻，明知有火里藏着玫瑰，男人还是像扑火的飞蛾，傻傻的往前冲。